然接到很电的厂的业配很尴尬。妈，某一哥吗？然后今天刚好现在蛮多人的，快站着群人。现在目前有六个人，六个人只能三打三了吧？不然我觉得这个组合华哥跟一哥不能同队。对，你们两个选人吧。华裔去拆掉华裔 Spider。你们两个翠拳开始选吧，轮流选，选到没人为止。我垃圾，怎么是我？选个强的，选个强的。他居然先选小慧，要妈的连比赛都要找一个人一起来搅吗？一对五百，拿着这五百奋战到底。我跟你讲一下规则啊，就是不管你是三个人或四个人，一次一个人上，然后那个人可以选他想打的台，然后他要到出货才能换下一个人，打到五百块结束，看两边能换的点数谁比较多。小麻队先赛前相加吗？我们绝对不会小麻。记得来了。无情的工商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哥一购，一哥联名款春联开卖喽，整张都是阿长设计，还附上一哥的电绘签名，人手一张，不管是贴在家门口还是戴在身上，新的一年都能让你爪运兴隆，十元少少出货，卖场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，赶快来买哦。出货就换人，那我拿了，我先试试。出货即换人。要不要再帮他拿一车？你们内队的那车。队长开始就要公仔了吧？队长吃饱。队长最打中什么？队长。做效果而已。可以换台吗？不行，不行换台，出货才能换的，更换台。换那个音的，换那个音的。哦。哦，哎、欸，不行哎，好难哦、喔，超多手宝哎，差四十块就跑了，谢谢。发礼物谢谢，很热心。出货了，出货了，换人了，换人了。可是这都拿不到呢，捏一下就出了。这样不下来，就直接看他会不会丢。出，没有，他回去了，感觉会全包外丢哎，他会转的。对啊。转了，转了，转了，转了。转了，转了，哎、欸，对、欸、啊，我感觉是全包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感觉要比华哥猛一点，我也觉得，华哥刚投那么久，结果两点，我回家睡觉。下面一位，一样都空气包，不是啊，一样都空气包，有四点的为什么要挑三点？我妈的，绕了一圈，然后回来挑三点。可以，哇！哦，要出了，丢回去。有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一次两包。这样好像拿不到，这样拿不到。右边有。脚吗？有。哇，看着。是按松还是顶到不松？应该顶到不松。照你的脚吧。啊，完蛋，怎么办？惨了，跳到硬的了，跳到硬的了。玉米浓汤，我看看刚顶到底还是会松。完蛋！惨了。四点为什么要选三点？一样都空气包，有四点的为什么要挑三点？我原来是插在这边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准确收爪，准确来了哦，逆斜甩，办不到，并没有，哎、欸、有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、哦、完蛋了，我最怕这种爪了，可是你这样捏不到那个脚啊，它会一直顶到啊，你看，它就是它顶到就不会收啦、啊。它是很真的，它是保脚保两包，啊、可以。好像可以耶，现在出好像不如保家包两包呀。这个出有哎，哦，现在这样应该很好出，可是都快包了。还是就做吧，我们拉后面。不要啦，对啊。因为我觉得八成差不多，就一直把它拿下来，然后我等下可以出去打那台吗？可以，但你也不能再换了。这个是，看各位现在出。哎，这个。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，还是差。哎呦。20。哎。走了。哎，两包。拖走。没过。下面一位换 T 的了吗 ？T 的要继续这台吗 ？T 的你也可以不要继续这台。这个不傻太可惜了。应该可能我感觉有点多。
这台电脑不收。嗯，好，可能要甩前面那个脚。没关系，你就直接逆手逆斜，或是再吃一包应该也可以。那个脚我觉得可以，他现在凹下去，可是我觉得顶到旁边的。嗯，没关系，不要。要收就是了。下面位，下面位，啊，碎了碎了，他顶到呢，玻璃都不帮你们。接生 kid， 接生小孩 ，AKA 皮布，你是不是空气包不太拿手？只会打空仔，不知道空气包的刁钻吗？你以为我们平常在打空气包跟低能儿一样？其实空气包很凶。哎，空气包怎么难？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空气包比公仔还调皮。我跟你说，怎么这么难啊？你是在打空气，不是在打纸盒？没错，就这样。是啊，他在阻止你的，班长。我从他们开始选空气包，我就想到这个画面。太难了吧？你这样剪接下来，应该全部都是空气包。就这样收下来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直播间说的，假的，真的吗？可是这顶到不收呢。顶到不收。好了，我觉得我要打钱了。再一保啦，再一保。不要再一保。哎呦，有啦。他这就打钱，换电。哎，换小慧，换小慧。没过电。他没过电。那错吧。卡在哪？怎么都没有到那个数字。吃完饱剩多少？这是。还有给你吗？还没啊。好了，我饱了。哪里？我感觉要收走。哎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啊！没听到了。啊！拖！紧紧的，紧紧的。哇！呀！不行！哇！哎，这什么大逆转？罗德罗拉达！太扯了，太扯了！粗暴，粗暴，粗暴！要输了，要输了！你看，完了！这一台我印象是最难的抢爪。你为什么不敢说？我刚看到你那个爪子滑下去，想到了，好像很爽。这台超难的。哎，右边，哎，这个抬爪真的很恶心，很爽。那就要已经赢了。好，收工。你要先打啥？稳扎稳打吗？稳扎稳打。然后这么稳的吗？我怕你不出。如果到结束前店员有来没收，那就又要大逆转喽。那定要这个吗？我看你要看你。报价多少？哎呦，下面啊，抽下面。这是李老师。出了。这个时间可以吃到。当然了，你们刚刚疯狂吃。他蹲了，他蹲了。我还没后悔选这台。然后呢？直播间哪个人说钱包外丢了？你跟我讲钱包外丢。哎呦，有辣，有辣。一个让你先好，你可能可以多轮几次。干嘛呢？你以为天天在卡洞？
哇操！要不要坐了、啊？现在我没退路了。嗯，没退了。先拉后面的。拉后面。好，那个。哇！哇！好厉害哦！这感觉还有运气差的成分。桥很可怕，这桥过。过路，这都不拍片了。帮忙做路。没想到前一部片影响到下一部片。我觉得等一下下一个人，那就推他拉他后腿，那边看。那你要保还是拉后面的？我先把这只拉过来。结果一次直接出。下面那样感觉难出哎、欸。我们都打到底的啦。太贵了，可以吃好几碗。哎呦。哇，后面超恐怖！一个里面，刚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就有一点不祥的预感。都超好，我说完了，被他推断到了，哎、欸，保了卡爪，保了加卡爪。我现在看到一人剩下五个，这个应该一人要加到五个，应该也蛮难的。两个都很有难度，摸一下，完了。哇、哦，他没出啊！我找到宝了，剩下的钱也不到宝了。对，小一还没玩到，还没玩到就结束了。他家要收很薄，有啊。完了啦！下面的一只，这一条太优秀了，那唯一没办法了。他已经不是当年的猪了。什么？下面拉起来就有机会。红包好了。刚刚都一直想着一次出，所以他就会。他这位置超空的，超不安的。对，只要丢过去就没事。有没事没事，换了，野心这么小的吗？对啊，我是不担心的人。打得到吗？打不到了，刚好试过，哎，打到。下面那个。有了，哎、欸，可以，下面那个拉起来这个，比刚那个猪好多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有啦，没有回放，哎呦，碎啦，好啦，难道该趁这点？该打这个，哇哦，看你今天是弗雷格王，一直弗雷格，好吧，进去，再进去，好啊。刚刚还在打新，现在打位置，对啊，打新真的是被他上个礼拜给逼爆了。上一位，哦，抱不到，你说放在手里面，哇，太赞了，这个要吃饱吗？啊，剩三十了。对，他右门那个角度怪怪的，他那个摆的位置。好。有。慢丢。哎，直接滚转。喂。最后十块哦，压力来了。我们差这十块就会。全村的希望。可以啊。这有需要算吗？本支影片抽奖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抽奖资讯说明栏。算了，四十点超过了，结束了，不用算了。我两只猪才多少？两只猪他妈才十点，甚至两只猪花了300，46点。各位大概就这样，就算是比赛，也是要挑黑色的来打。58点。又卡又不过电影，妈去掉电视机，回收他们的 K 色。我只能拿10包嘛，拿10包，剩这3包，3包是12点，居然输在猪，我就不打猪，可能还有机会一战。那500块欧银卫生纸也不会50点啊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计划靠猪翻身就被猪压在地上摩擦。大家就这样，喜欢我连篇发按赞订阅，感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高几率是 Hello Kitty。小心军团啊！不用不用，吃了一个宝。啊，吃了一个宝才全包外丢，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也不能吸？哎，打倒。
有了，承包外丢，承包外丢，收到，没问题，再一次没问题。我们全部都。卖库洛米200。收了，收了，收了，我要切。再一个库洛米。打到全套才能休息。好啦，有点凶了。哎，有啦。P， 你打？没有，没有通过哎。他应该是放，应该是很操。这位置不太好哎。这一台，可惜。是啦，推进去的啦。走了，最后等他。我要，我要。